块发电集中并网方案。目前项目首批发电单元已经成功并网，全部并网后预计年发电量17.8亿千瓦时，大约能满足267万居民的一年用电量，有效节约标准为50.38万吨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4.47万吨，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。